好，我是农村花婶，我给大家那个教给大家那个姐姐这个小窝帘装先装。你装这个，你要是掺和这个小窝帘呢哈，它嗡以后来给它也装的不旺。你要装这个先装，它装的特别快，也好看。你买这个顶部去它去。你教这个卸妆帘，你用这个厨房的这个方框，这个好的。你买这个花蕾呢，你教它去。一面两面都削削它，插上。成好率最高了。用这个先装这个刺儿啊，灌服它，灌一下，别拿我房间那个劲儿了。你这找这个叶片的时候，找这个厚点的，这个缺缝这户的。你上边加加也行吧哈，我在这玩的，我再加加也行。你搁卸妆帘吧，你理了起步以后呢，这个把发出来这个新叶哈，你这个揪掉，你揪掉了，它荷花开的早。你要不揪掉，它光拱这个叶，它不大开花。你加加这个卸妆帘吧，你那个有20天吧，它都愈合好。你那个夏天加加呢哈，它往一来，它冬到冬天吧，你加加这个卸妆帘得几万分呢？人家得九万分，还10万分，成活率最高了，有20天左右吧。他说你都甭管他了，你下雨他家家哈，你别叫雨淋他。你要是叫雨淋他，还灌一盆水他往一来。你都是搁到那个这个有点阳光的地方，他那个愈合比较快。